真的很香。我常想是我自己一個人的生意的話，我應該都會跟著自己的性格去行的。那我是一個什麼性格呢？就是一個很快、很狠、很準的人來的。慢呢我頂不順的，是啊，這樣咯。但是拖著媽媽的時候呢，就個步伐慢了，因為要慢，因為我媽不同我嘛。我呢是由大學畢業至到創立常常的期間呢，其實我都一直是記者來的。以前的生活呢有時會飛啦，咁就算在香港的時候，其實都是日以繼夜、夜以繼日咁樣工作嘅。我仲記得我第一日翻工，我就喺架即係入去嘅廠巴裏面，我就有同自己講咧，我唔會做記者一世嘅，因為呢份工咧實在太耗時耗心力啦。咁但係轉咩行啊嗰啲咁咧，其實我從來都冇乜點樣為自己諗到嘅。咁佢對煮食係有好大嘅興趣，咁佢嗰陣時咧就佢就自己喺屋企研發咗一款糖，咁大家都覺得好好味嗰款糖，我就有個戲言啦，咁我就話咁不如我哋賣糖咯，咁但係我媽咧原來係都幾認真喎，咁佢就哦好啊好啊，冇開心喎，咁然後咧佢有一日咧就同我講，佢連名字都諗埋，佢要叫常常。煮飯不嬲都係我嘅好似係唯一嘅興趣咁樣啦。大概七八年之前咧，我哥哥喺過年嘅時候咧就送咗底紅棗糕俾我，咁就諗下可唔可以由糕變成一個隨身帶住嘅糖咧咁。我上網睇下人哋啲網站咧，台灣好多呢種嘅乾果做嘅糖，佢哋會落好多糖啊、麥芽糖啊，或者令佢滑啲啦，佢哋會加啲奶油啊等等啦咁。我發覺可唔可以唔要曬呢啲？而純粹是一個乾果的糖呢咁樣，咁我的糖的甜是來自乾果本身的甜，所以我哋其實咁多款糖咧，佢有自己的甜味。桂圓糖啦，佢濃味不是因為加糖，因為桂圓本身都有個比幾濃味的乾果啦。黃杏脯啊、紫杏脯啊，咁呢都係比較清新一啲咯。當初可能我哋諗得飲食業太簡單啦，咁但係原來飲食業原來係一個好高要求嘅行業嚟嘅。咁當然中間都撞過板啦，食環上我嚟拉人，即係 charge 你啊嗰啲咁樣啦。咁所以其實都係自己摸住石頭過河，跌親未爬翻起身抹翻乾咁解嘅啫。風風雨雨打過嚟就梗係痛，梗係難，會沮喪，會氣餒，會有時即係負面地會去諗，常想仲行到幾耐咧？咁但係呢個念頭咧，好快又會消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售賣點又同我講要補貨啦。咁然後電話響又有訂單到，你話壓力一定有，壓力一定有，因為以前係而家係始終係收人哋錢啦，貨訂得唔夠或者訂得太多發毛都試過，要成盒抌咗佢。開心嘅就係好似個空間大咗咯，咁我會見得多啲人啦，啲客人原來佢哋係唔單止係食我嘅糖。原來佢仲好留意我嘅喎，佢話：媽媽，你今日嚟市集，個眼化得好靚喎，咁樣咯啊！我係一個好眼淺嘅人啊，原來我發覺我嫁女嗰日我冇喊到，我第二日翻工場我又見到佢啦，係而家我仍然可以日日對住我女，咁呢樣係我覺得又係賺咗翻嚟嘅咯。我同我媽咪不嬲感情係好好嘅。咁咧，佢因為我都大個啦，咁佢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嘅時間多咗啦。咁但係而家呢盤生意咧，就令到我哋兩個起碼我結咗婚，但係我都日日可以翻到嚟就對住我阿媽啦。我晏晝依然係食佢帶嘅飯啦，然後常常亦都成為我哋一個 common 嘅話題啦。我哋會傾下點樣去經營佢啊。咁所以我對常常其實係冇乜好大喺賺錢上面嘅要求，亦都係咁嘅原因，因為賺錢已經唔係常常唯一一個或者最重要的一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Doris， 我是 Susanne， 咁我係常常入面母女檔嘅女媽媽。